放一定要用水冲洗干净，水烧开，把槐花放里面泡一下水，烧到变颜色就可以了。然后在冰水里边发凉，发凉以后捞出控干水分，发凉了水以后把水分挤干了，哎，颜色就可以了。备好了三个鸡蛋，放一勺盐，加油槐花，加点小香葱，烧烧热，加点油，槐花蛋液，捞进去，看这个味道，点一下灯。